大家好，我是爱鱼人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铁3200星球免费领 2.7 自选五星角色来了，记忆组技能曝光 2.6 虚构使用率大洗牌，林莎莉亚软梅乱破起飞赶超黄泉。星穹铁道 2.6 下半卡池已经登场了一段时间，黄泉、沙金也已经复刻，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如愿的抽到了呢？而说起截止 2.6 版本虚构叙事角色使用率的最新数据也终于出炉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废话不多说，具体大家直接看上图。可以看到随着 2.6 卡池乱破的登场，最新一期的虚构角色使用率排名也发生了大改动。目前角色使用率排名第一的是林莎，以 97.3% 的使用率登顶，直接力压软梅等一众角色。之前流营队的加拉赫则是大幅度下降，排名第二的是软梅，使用率是 92.3%。 当前版本依旧强势，新角色乱破本期也有 85.6% 的使用率，已经赶超黄泉、知更鸟等角色，不得不说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而说起本期虚构叙事角色使用率涨跌幅的情况也终于来了，其中除林莎、乱破外，提升最高的依次是黑天鹅、卡夫卡、飞霄等角色，较上期对比角色使用率下降最多的角色依次是翡翠、浮玄、黑塔、姬子等角色，整体来看幅度变化还是非常大的。最后要说的就是 2.6 虚构叙事队伍使用率的排名情况了，如图所示，其中排名第一的依旧是流营的超级破队，不过现版本的超级破队是全员五星，曾经的加拉赫也被踢了出去。排名第二的则是乱破为主的队伍，再往后则是飞霄的追击队。整体来看的话，乱破在本期虚构叙事的使用率还是非常高的，所以说各位开拓者们觉得怎么样呢？星穹铁道 2.7 卡池越来越近，新五星角色星期日望归人也即将登场，后续卡池 SP 黑塔、阿格利亚等角色也会陆续和大家见面，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已经等不及了呢？本期就后续卡池等相关消息一起来看看吧。有关于 2.7 版本的前瞻直播还有几天就来了，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除了300兑换码的奖励外，在后续的 2.7 版本中，列车馈赠将上线，简单来说就是可以免费领取一位五星常驻角色，也就是说在克拉拉、瓦尔特、姬子、杰帕德、燕青、白鹿、布洛尼亚之中选一位，并且还有1600星穹的奖励可以领取，加上 2.7 版本签到十连的奖励就是3200星穹，合计20抽还是非常香的。而说起后续的 3.0 版本， SP 黑塔、阿格利亚、记忆族等角色也会陆续登场，其中 SP 黑塔的异魂冰属性抗性穿透提高，终结技能够额外为敌方全体叠加灵药，二魂强化战技结算时根据主目标和副目标的层数额外造成伤害，四魂则是场上的所有致死速度提高，六魂在释放终结技后获得 buff， 使用强化战技也不会消耗主目标的层数，释放战技后续还会有强化战技使用的次数。这么来看的话，一命纯数值，二命对单补强， SP 黑塔据说需要搭配翡翠，知更鸟使用最佳，就是不知道强度怎么样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关于记忆组的技能相关也来了，简单来说就是普攻造成单体冰属性伤害，战技可以召唤迷迷，且迷迷在场的时候可以给迷迷回血充能，终结技可以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，这么来看的话还是非常有意思的。当然了，还是那句话，毕竟是网传的消息，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开拓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